血族统治下的世界成为眷属，是人类最高的荣耀。我们要成为血族大人的眷属，遵主人之命，为主人而活，抛弃同伴，杀戮亲人，杀杀杀！这个世界太疯狂了，都是些什么垃圾货色，连我的一滴血都承受不住。下一站翡翠市，那里能找到令我满意的眷属吗？